他唯一组新血真照曝光，纳气之忧直接把我看呆了。他穿了一件高领毛衣，配个开叉皮裙，这身打扮不得不说真的有范儿。毛衣简简单单，但你别小看，衬得他脖子修长又有气质。再看那开叉皮裙，好家伙，腿长直接一览无余，性感的刚刚好，既不露骨又够腕，真是会穿，宛如20岁的少女，让人难以相信她已经45岁。尽管已经45岁，但她会依然保持着令人惊艳的美丽。她的肌肤白皙紧致，眼神清澈而柔和，面部并未出现腮部发胖之类的状况。她的气质高贵优雅，且富有文艺气息，让人感受到她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氛围感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她为真是美的让人近乎癫狂，45岁这般的肌肤状态，就连毛孔都让人极度的艳羡不已。她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，年龄真的只是个数字，保养好，心态好，照样活得又美又自信。每次她出现都像是在说，我就这么美，你拿我有啥办法，真是让人服气不已。